你们在一起多久了？方便就是说先闲聊一下。一年多。哦，挺久的。你们怎么认识的？快点叫，就是说告诉我一下，我也去那个地方找一下，找一下就是说能找到这么帅。谢谢小六六的 IG 生活。IG 上面认识的。对。嗯，哦，我不玩这个。第一个啊。你们最多一天第那个哭刺过几次？一天最多的吗？两次。最多就两次。三次吗？那次也算啊。怎么你们两个怎么还有意见呢？两次三次到底两次还是三次？三次。哦。最说一个最意想不到的，就是说我们都猜不到的地方，你们哭刺的地方。猜不到吗？对，没有吧？没有猜到阳台，25楼的阳台。25楼，那你们对面没有楼吗？有楼啊，但是黑夜看不清吧？应该都看到也没事。有拉帘，有窗帘吗？这样看到也没事。有窗帘，没有，但是我们是在外面。哦，就很小的一个，有窗帘，老铁们好刺激，窗帘拉上了，拉上。有不带手机壳过吗？就一直都不带。这我们俩对，我们不用那个。天哪，因为那样比较爽，就是对。太爽。给我整不会了，我操。对，没有就没有。对，是没有，真的没有，真的不带，因为带了之前跟他试过一次，就感觉就没有。不用讲那么详细了，妹妹，不用讲那么详细了。